今天和钓友去秘境探钓，突然钓友说那边有个四十加的带腿儿的东西从他面前一闪而过，我赶紧跑过去一探究竟。钓友说他钻到了这个石头底下，看了半天啥也没有，还是继续钓鱼吧。看我这帕金森的小手，你能猜出来我在钓什么鱼吗？哎呀，上货！你过来看哈，看样子应该是个大马口。啊，样子就那样了，灰不溜秋的。放流吧，再见。